接下来有请胡歌阿依丽继续为我们颁发下一个荣誉，年度海外传播大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二届电视剧年度盛典年度海外传播大剧荣誉的提名短片是，获得年度海外传播大剧荣誉提名的是狂飙。只要不碰到警戒线，永远是安全的。我要的是真相。三体，人类与外星侵略者的战争已经开始，三天后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长风渡，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不想再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南洋女儿情，戴上了红头巾，你们便是三水姐妹的脸面。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没有渡不过去的难关。莲花楼，任何人只要他敢违抗真相，我必与之相抗到底。骄阳伴我，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非常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面。获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年度海外传播大剧荣誉的是《三体》。有请荣誉获得者。《三体》以中国智慧打开想象大门，以东方美学向世界奏响了中国科幻剧的强音。我要代表腾讯感谢我们中国电视剧盛典对《三体》这部作品的认可。在年初播放《三体》的时候呢，还记得我们总台所有电视剧纪录片中心的同仁们跟我们一起并肩，非常的温暖。觉得《三体》这部作品能够在国际上获得这么好的好评呢，得益于我们所有《三体》主创团队，因为这部作品凝聚了他们七年磨一剑的艰苦付出，是他们这种努力和他们对这部作品的爱，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让我们引以为傲的《三体》。谢谢大家。再次祝贺《三体》剧组，同样也要祝贺我身边的《狂飙》剧组。这个新年的祝福要三位来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送出，好不好？希望还能来参加第三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用广东话祝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恭喜发财。好犀利啊，谢谢。那我们基州导演，您新年的愿望是什么呢？今年是龙年，是我和宋文的本命年，所以我新年的愿望就是我们新的一年里可以跟宋文再合作一部戏，像狂飙这样能回馈观众，我们会共同努力的。李健老师，先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祝大家龙年吉祥，龙腾虎跃。同时作为理想的扮演者，我想祝全国在一线的公安干警们龙年健康平安快乐。谢谢，谢谢三位老师龙年的祝福。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祝大家在龙年能够龙年大吉。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问问小明哥和他那边的三体剧组龙年的新年愿望到底是什么。好，那么在我旁边坐着的就是我们三体剧组的演员们。首先恭喜你们获得了年度海外传播大剧的荣誉，恭喜。那子文，你有感受到三体在海外的影响力吗？对，很多海外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三体在海外播得很好，所以作为三体剧中的一名演员，我很开心。好羡慕你啊。那么随着三体在海外的热播，其中的旋律也被全球观众所熟悉。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三体的音乐总监作曲陈雪然为我们带来一首《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有奔波在
一样的路上，追赶来来往往的夕阳，要停留在一样的方向，有着躲躲闪闪已经忘记的梦想。当整个宇宙在为你而闪烁，请别走，因为是你值得荣耀。当整个宇宙在为你而闪烁，请别走，因为是只为你闪烁，只为你闪烁。When the universe it shines for you, please don't go, it's only for you, it's only for you. 当整个宇宙它为你而闪烁，请别走，因为是你值得拥有。整个宇宙它为你而闪烁，请别走，因为是只为你闪烁，只为你闪烁。谢谢陈雪然，一曲唱罢，你就能充分地感受到《三体》电视剧属于中国式科幻美学的那种魅力。我刚才看到歌曲的最后，荧幕上呢，各国语言的《三体》电视剧的海报，作为演员看到这些真的很震撼。是的，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宇宙级的浪漫。